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佛学问答。上一回解释《般若心经》的这个内容，解释到呢，这个经文里面有显说的这个经文，也有密说的这个咒语。那么因为众生呢，这个根性呢，各不同，故是如来呀，这个显密啊，并施，有当有显说呢，这个得意者，则用呢显说啊，以引导之。该显说呢来利益众生，佛陀则以显说来利益众生。那么佛应从密从这个密说来获得利益者，即是这个密咒而摄取之啊。再有呢，坚持啊，这个显密两种啊，而获得利益者，则显说之后呢，更说这个密咒，莫不使其各是这个机宜啊，而这个修持而获得这个利益。若这个显密并说那就无机不备。本经呢，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有人说呢，此密说一门，乃另为一类，好简单呢，求速效的行者而特施的。则或者这个不一定总之般若圣妙的这个法门，既然显密融通则此咒名亦可与这个经名互通于是这个咒曰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那么呢，这经亦可称为大明经、无上经、无等等经那么又经曰心经，则咒亦何尝不可称为心咒呢？所以经也可以是大明经是这个无上的经，咒也可以称为大明咒、无上咒都有它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好，
我们接下来啊，分开来做一个讲解啊。故知啊，这个般若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若详细啊研究起来，它的这个含义啊，是通上通下的。通上呢为结探显说这个般若的这个功用啊，具有如这个大神咒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之力啊。那么意味呢，上文啊所言啊，这个菩萨诸佛啊，皆以般若而究竟涅槃，得证菩提呀！三世诸佛菩萨都是依着般若来修行，然后断尽了一切的这个烦恼。我们讲这烦恼有见烦恼、思烦恼，就是见识恶惑。有尘沙的烦恼，还有无明的烦恼啊。那么要断除啊这些烦恼啊，都要修学般若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过去的菩萨、现在的菩萨、未来的菩萨，想要断烦恼、解脱生死，想要证得一切的圣果，都是要以般若波罗蜜，都是要以般若来修学呀。好，那么继续来讲，上文所言菩萨诸佛皆依这个般若而究竟涅槃，得证菩提，因此啊，故知这个般若的这个功能是不可思议啊。寻非呢这个语言啊，这个言语数量所能够称说，所以特别出四种咒名啊来结探，说它好像呢，就像大明咒、大神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这样一个功德啊，一样。好，那么通下呢，为欲说呢这个密咒，先出。这个咒名呢，意味呢，这个般若显灭功德一样，显说呢，既有那么殊胜，而密说呢，又何尝啊不如是啊？能够一心受持啊，都可以呀、得到。心无挂碍呀、乃至呢得证无上菩提呀、因为这个咒语啊秘密不可解释啊，所以在未说咒前呢，先出其名如先说这个经先出这个经名来表现它的这个功能，以呢正知啊这个显密同等的这个功德啊，尤其欲说呢这个坐时啊，先出咒名，
是一人啊起深信惜木之心啊，而精进修持啊。那么要知道呢，这些的这个咒名呢，皆从此作功能而起的。此作功德啊，却以浅显说啊的这个功德啊无异啊。好，接下来解释心无挂碍，无这个恐怖啊，就是呢大神咒。那么远离啊颠倒梦想啊，就是大明咒。究竟涅槃呢，无上菩提就是无上咒。清正实相般若就是无等等咒啊。啊，这是我们宾中法师哦，他在对后面啊这些咒语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啊，那么般若为诸佛母啊，出生一切功德啊，实相为万法本，具足啊无量的这个功德，那么是出世间啊无有一物啊可与相等，而他呢能等一切啊。好，那么再解释啊这个大神咒啊这三个字的意义。神有这个妙意这样的啊，有妙力这样一个意义，能够令这个受持者呢啊驱除啊这个烦恼魔，解脱这个生死苦，称作呢大神咒啊。那么大明咒呢，这个明呢有照了这样的意义，能令啊这个受持者破除众生的这个痴暗啊，照见啊无明虚妄啊，所以称叫做大明咒啊。这个明啊，我们佛法上常常有这个明啊，我们啊依这个明啊，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有日月的一种的光明啊。啊，有明的话呢，能去除黑暗。那么我们佛法把这个明有时候解释成智慧，有智慧的话呢，就能够呢破除这个烦恼的这个黑暗啊。接下来无上咒啊，那么这个无上呢是超胜意啊，它就是最为殊胜的啊。那么能够令这个受持者啊直趋无上的这个涅槃啊，就是最高了啊。那么是出世间呢、啊、无有一法过于此者啊，故名为无上咒啊。就是这个咒啊是最为殊胜的了。我们要了解啊，般若啊的殊胜，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啊而成就无上菩提的
啊，所以这个般若这个座啊，它是无上座啊。接下来无等等座呢，啊，这几个字如何来解释呢？这个上等字啊，做这个比字节，那么下的这个等字啊，做齐字来解释，合起来就是说，为无有一法，没有一个法可以互相比齐等的。那么无等是最高这样的意义，能力呢，这个受持者成就无上菩提呀。那么是出世间呢，无有一法，等于持者，所以称名无等等座啊。又成就这个佛国啊，亲证这个实相啊。那么实相呢，是极其平等圆满，没有一法可与之相等故啊。所以啊，在大论里面就讲到说呢，吾等名诸法实相啊，诸行啊无能及者啊，无细论，无能破坏，故名无等。哦，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啊，对这个无等的这个解释啊。接下来，能除一切苦啊，是显示呢这个般若功能啊所获的这个结果啊。我们修学般若啊，能够除一切的这个苦啊，是得到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现在啊，如果说觉得很痛苦很烦恼，就是我们没有般若，那么处在这样的烦恼痛苦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要来修学般若啊。啊，因为般若能够除一切的苦啊。哦，前面开宗明义就讲到说呢，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修学般若，能够照见五蕴身心呐、啊，就是空无自性、啊。那么能够啊，这个度脱一切的痛苦跟灾难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有痛苦，有灾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学般若啊。因为没有修学般若，所以我们一直在六道里面啊，轮回生死啊。那么在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啊不断的。这个痛苦以及遭逢一切的这个灾难、啊哦、所以我们想要远离、啊、这个烦恼跟痛苦，我们就要修学这个般若、啊、那么般若能除一切苦，因为它、啊、就是般若有那么殊胜的这个功力，所以能使这个受持者
永除一切苦。哦，我们依着般若啊，依着心经呢、啊、的义理来修行的话，我们能够啊除一切的痛苦啊。那么一切的痛苦啊，在啊上面已经有做讲解。总之呢，到了这个究竟涅槃呢，得证了这个无上的这个佛果，这才能够彻底呀、啊、永除一切痛苦的。一切痛苦的这个本源呢、啊，皆由众生啊颠倒梦想而来。那么现在呀、啊，依着这个般若啊，若显若密呀、啊，均能破除这个迷妄，启发智慧呀、啊，远离颠倒梦想，消灭我们无始的这个业障，顿断啊这个生死的这个业因啊，故曰啊能除一切苦啊。我们修学般若最后所得到的果，就是能除一切苦啊。虽然我们初学啊，刚开始读诵这个《般若心经》的时候，不了解《般若心经》的它的意涵，但我们常常听经闻法，然后去思维心经的义理，依着心经的内容啊来修行啊，最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果，就是能除一切苦。在这边也顺便啊教导我们一些信徒，当你啊活在这个世间，觉得很烦恼很痛苦啊，好像啊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处理一切的事情，那么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多多诵念这个般若心经啊，常诵念这个般若心经啊。你处在一种非常烦恼极度痛苦的一个情况下啊，如果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的烦恼就马上减轻的话，那你也可以持诵活菩萨圣号。那么啊，能够持诵啊这个般若心经 啊它的作用就是能除一切苦啊。你可以诵啊这个啊几千遍乃至一万遍啊，在诵的当下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诵的当下慢慢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有办法去解决啊我们一切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内心啊就是黑暗的、啊、无明的、啊、那因为是黑暗呢、啊、没有光明呢、啊、所以会蒙蔽了我们真心呢、啊，我们随着妄念呢、啊、在走，所以会有颠倒，有梦想，有痛苦。那么透过诵念心经，我们去思维心经的义理，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哎，慢慢慢慢你的业障慢慢的消除，
你的智慧呀、慢慢的增长啊。当你的般若智慧开启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办法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事情了、所以那么依着般若啊来修行啊，那么若显若灭均能破除迷妄，启发智慧，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消灭我们无始的业障，顿断生死的业因，所以称能出一切苦。当知这个苦啊，虽万端，生死啊为甚。那么现在啊，非仅除了这个分断生死啊，乃恶时永出也。你修学般若的话呢，不仅能够断这个分断生死，而且还能够断除啊病已生死啊。那么此正以显说般若文中度一切苦厄啊，这一句呢是相应的啊，后面讲说能除一切苦，那么前面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它是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修学般若啊，能够远离一切的烦恼，能够除一切的痛苦。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讲解到此，祝大家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阿弥陀佛。为宣扬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广为流通，中华印经协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印制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等等，让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大众皆能择其所好。同时感恩每位护法菩萨，有了大家的护持，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共结善缘。借由好书的熏陶，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福慧增长，圆成佛道。祈愿梵音永流传，慧命不止息。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举办恭送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点灯药拱供千水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0月6号星期五上午9点，地点台北生命道场，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2楼，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捷运双连站1号出口左转，步行15到20分钟。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来哟、哦，进来听广告，大家对我来哟、哦，做伙来学富咯，精彩的故事哦，阿成哥讲。Go！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所。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仔日要来甲各位菩萨探讨这个主题，叫做福慧双修。咱拢足清楚，学佛的人袂使有福无慧，嘛袂使讲有慧无福，因为两项欠一项，绝对是袂圆满。曾经伫迦舍佛的时代啊，有两个兄弟拢出家，大兄呢，伊是一个乞丐修定，足精进。那么伊一心呢，啊来求道，所以伊深入经藏。但是呢，伊就是有一个个性，较袂爱布施，同时嘛较袂爱结缘。伊有法度规工就是看经册，安尼无人吵，安尼家己思维。但是伊个小弟个个性甲伊倒变。伊个小弟呢，虽然是出家呢，但是规工爬爬走。伊呢，伊来布施求福，伊来广结善缘，但是呢，伊定定呢，啊，伫犯戒呢，因为伊的生活内底呢，伊的习性就较随性啦。兄哥因为伊精进，啊，来思维佛法，伊逐天伫思维啊，这个空性义理，所以这个兄哥呢，到尾伊证到阿罗汉果，但是小弟呢，伊就无共款咯。小弟伊较早来往生原籍，但是后世人呢，伊出世是一只大象。这个小弟啊，因为过去啊修足济福，结足济缘，所以变大象的时阵呢，伊是孔武有力啊。伊这个孔武有力呢，是啊力大无比，所以伊出世了的时阵呢，去予国王甲看到这只象，伊个。这种身材呢，伊的力道呢，当然留落来伫遐做将军。将军就是爱安那，伊爱负责出去外口甲敌人啊来小战。因为这只象伊孔武有力，所以伫大概来伫两军对阵的时阵呢，吼伊做勇猛，伊有法度呢打败这个敌军呢，安尼真正是死伤啊无数。所以国王对这只大象呢，伊特别疼惜，伊就安那呢，予伊庇荫咯，予伊赐予伊足济珠宝，啊，加即个食物。那么伫即个遮，伊个兄哥就无共款，伊兄哥呢，即个时阵也已经老了。虽然伊种着阿罗汉果，但是呢，一切拢是伫无常法内底伫变迁啦。因兄哥因为伊个个性精进，啊来学佛精进，啊来思维精进，啊来这办道呢。伊虽然到尾啊证到阿罗汉，但是伊足苦恼的一件代志，伊常常出去吐巴呢，啊吐无。所以有一遍呢，兄哥伊嘛是去入城来吐巴，来到王宫的外口，伊看到迄只大树，啊伫这个树啊卡。伺候大树啊，这个工人呢，当边啊，大家照顾。因兄哥一看啊，这个阮小弟，这个老汉呢，伊就行到这个大树的身躯边，伊就甲咧到大树身躯边了，怎甲大树的这个耳啊呢，怎啊甲伊抱起来，拉起伊的耳朵啊，
淡伊个耳孔，耳孔呢则讲一句话，伊讲：“弟弟，今仔日我来才看到你，足欢喜。但是呢，咱过去啊，咱两个拢做唔到代志去。那么讲到这个时阵，迄只大象呢，经过阿罗汉，安尼甲伊讲着讲：弟弟，咱过去拢做唔到代志去。伊拄仔想着讲啊，我过去是出家人啊。过去的时阵呢，我虽然修福结缘，但是呢，我常常去犯着戒，所以我这世人呢来做大象，而且呢，这世人做大象，国王阁常常派我去修正，常常伫这个家呢爱去杀人、去伤人，所以我愈来愈做的业愈来愈多，这只大象都目屎都淋落来。淋落来了的时阵，头壳拢累，因遐哥哥啊讲几句啊，复活了就离开。离开了的时阵，这只大象呢，煞唔食、唔啉，伊嘛唔困。过大象的这个工人，伊会惊呢？为什么？这是国王上爱的迄只大象，万一要是有啥物叮当吼，伊担袂起，所以工人伊就先主动去到国王遐禀报。讲报告国王，今仔日呢，这只大象呢，伊安尼未食、唔啉，佮未困呢，我惊伊会破病。国王就是来问讲，问迄个工人讲，啊是到底发生甚物代志？会知啊，这只象还佫好好的，现在到安尼暗头啊时阵会变安尼。工人都甲国王报告，报告讲啊，就有一个 BQ 吼，啊来到身躯边。啊，就甲大树讲话，啊，讲的了，啊，迄个 BQ 就走啊。啊，伊走了的时阵呢，这只大树呢，伊就开始安尼心情歹，郁卒啦。哦，这个时阵国王，伊就讲，这个 BQ 是虾米人？我甲赶紧甲我抓起来。我要问讲，伊到底是甲大树讲虾米话啊？那么伫这个时阵呢，马上派出着足侪人，要来抓这个 BQ， 到尾啊 BQ。真正是有去用围着了呢，甲请来伫国王头前。国王问讲：“你是虾米人？为什么你今仔甲我这只大象讲的，害伊心情歹？”伫这个时阵 ，BQ 呢，伊就甲国王报告，讲国王，这只大象呢，过去是我的小弟，阮两个拢做伙出家啦，但是吼。伊就是足爱布施来求福啊，结善缘。但是伊就较乞丐方面呢，较无用心，常常呢去犯着戒。所以伊圆寂了，伊往生了的时候，这世人就变作出世做一只大象啊。啊，那么伫这个家的时阵，伊讲我今仔日拄到这只大象，就是我的小弟，我去身躯边甲伊讲。讲小弟啊，我看到你足欢喜，但是因为过去你常常去犯着戒呢，这世人投生你来做畜生啊，你一定爱忏悔啊，你一定爱修福报啊，你一定爱修智慧啊，我一直甲伊鼓励，甲伊勉励。伊即马可能心情有较歹，伊毋是你歹啥物，伊是歹讲顶世人来做 BQ， 这世人来做畜生，伊是你歹者。那么不要紧，归工啊了的时阵呢，复发的伊的这个属性的法力呢，会当去让伊破迷转悟啊。到时阵呢，这只大象呢，伊会当阁脱离畜生道啊，来出世做人，同时伊会当有成就。国王听到这的时阵，伊真欢喜，讲既然你今仔甲我讲这个复发，虽然讲到这只象的因缘。但是嘛，是对我一个启示啊！咱人爱福慧双修啊。讲到福慧双修，曾经有一个 BQ 啊，去信徒引导做人客。那么伫这咧做人客的时阵呢，当 BQ 入来到信徒引导，信徒看到师傅来，伊赶紧摕一个物件呢，为这个下头的安尼甲抹。BQ 当边啊看。
看伊是要创啥物。信徒下头抹黄黄的了呢，伊阁马上呢，甲伊的身躯边一个壳仔内底做者迄种贝壳，伊都甲这个贝壳层层的了，都甲挂伫这个头壳顶。挂头壳顶了的时阵，伊阁去摕一种水果，叫做比乐果。这个比乐果摕起来，伊就摕来到面头前，开始一直拜这个果子。BQ 站边啊，安尼看看，伊就问信徒讲：“啊，你即马是咧创啥物代志？你做这是啥物代志？”伊就讲，信徒讲：“啊，我这着牛黄啊，我摕牛黄来拜。”来抹伫这个额头吼，这会当予咱呢祈福，会当予咱吉利呢。包括讲这个贝壳，甲这个拜这个比乐果呢，这拢会当带予咱福报。迄、那个福报师傅，你敢知伊大到啥物程度？一个人如果那是性命危险啊，你照安尼做，迄、那个福报呢，会当予这个人开恩下罪。予伊会当脱离这种性命呢，这个会当搁开延续。所以伫这个家的时阵 ，BQ 就问这个信徒，伊讲第一啦，你讲伫只抹迄叫牛黄，牛黄是为底来？伊讲为牛的腹肚内底最厝内的一个物件。好，讲到这 ，BQ 就哈哈大笑。牛一世人，伊爱放更鼻孔，伊爱放牵锁啊。牛一世人，得阁予人用牛鞭勒死。牛连伊本身都家己保护不了家己。今仔日伊体内一个物件要你甲抹伫额头，以免来当保护着你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贝壳来自海底啊。咱拢知影，贝壳来自海底了，伊个生命嘛结束。伊连伊的性命都保护袂掉，伊较有可能讲你甲地震塌壳顶悬，伊就有法度来甲你保庇。第三，一个比乐果，这个果子伊是生伫树仔顶，你甲伊取落来了，你当然一直甲拜，一直甲拜，伊已经死去啊！伊连伊家己本身嘛无法度保护家己。